讲啦，王千涵无代理吼，为着伊含名拢无去啊。你只要乖乖甲合约签啊好，啊我嘛对顶头的人较交代啊，安尼对大家拢好嘛。我无可能哦，甲你这种没品无品的人合作生意。看来你真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哈。千涵。你妈妈是骗子，这钱袂去救伊啦。你骗啊！真的啊，我上个月都骗啦。你莫少想讲，这代志摆空了后，我会甲所有代志拢打开，我去甲王千涵处理掉。啊，若无真正出什么代志哦，我是无想要陪你做伙死。住在故宫是要去看表演，嘉玲姐，你是看完医生要回去休困啊？因两个人哪会做伙？有人甲送车倒是无？真的脾气这么酸哈？回到那边做，才愿意帮千涵走。阿姨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你只要签名就可以用的。你千万别当签你。你点点，我给你吹打开。我千万不要离开，安那无你都无命。啊，明明就想要去参加查某囝的婚礼吼，啊，就安尼求伫个眠床顶哦，假死。是你吼、哦、想要去，才骗我讲你家己买买菜，算唔知对不？我骗你要创啥啦？到顶目前在凊彩，叶志成，你莫跟你讲啦。王千涵无代理吼，为着伊含名拢无去啊。你只要乖乖甲合约签啊好，啊我嘛对顶头的人较交代啊，安尼对大家拢好嘛。我无可能哦，甲你这种没品无品的人合作生意。看来你真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哈。千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